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念阿弥陀佛好不好？然后念的时候要这样观想啊，就是说头上有一尊好大好大没办法比喻的阿弥陀佛，相好庄严，从他每一个毛细孔都放光，特别从他的心间放出了四色莲花，也代表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愿众生快乐，愿众生离苦，满众生愿，没有分别的帮助所有众生，所以叫青红赤白四色莲花。然后呢，就在的所有轮回的众生，特别这些往生牌位啊，乃至我们将来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啊？要啊！这个世间苦不苦啊？反正移民到英国了也是差不多，还是苦啊！你移民到任何一个地方还是苦。因为只要你带着烦恼，烦恼都会跟你去哪里的，只要你带着业障，业障也会跟着你到哪里去的。只有一个地方不用有医院，哪里啊？极乐世界。因为业不会在那边发作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轮回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佛你念得越久，佛的力量有没有越强啊？啊，就像你在手动的啊，转一个东西，它是音乐就会跑出来。所以你心一动，慈悲心一动，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会出来。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阳光变佛光，风变成清凉风啊。啊，水变成八功德水啊，所有土地都变成极乐世界。那各位，如果所有土地包括英国都变成极乐世界，那这些人会不会起贪嗔痴啊？就不会了，因为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下，人的心不会起贪嗔痴啊。但是各位现在自己处理会不会起贪嗔痴啊？麻烦可大了，夫妻天天吵架啊，事情看不惯。你不习惯我，我不习惯你，国与国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天天在谈判啊，所以呢天天在抗议，这个就是五浊恶世。所以你一定要念佛，求佛加持自己，用自己这种无嗔恚的平等心去做事情。所以一个人如果有嗔恚，怀着嗔恚心烦恼去做事情，他是在破坏这个世界的人，很烦恼的啊，所以你会觉得跟人处不来，事情弄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
一心念佛啊。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些地狱道众生、恶鬼道众生，他现在如果跟我们一心念佛，会怎么样？超度了，超度了，而且他愿意往生净土。现在以念佛的心愿意往生净土，会不会去？一定去。相不相信？你要相信。所以你要经常为他们念佛，但是呢，也要为自己念佛啊。当你自己的心很清净、相信的时候，你念的佛的力量，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然后呢，就在帮助那个地方，就在帮助那个人，就在帮助那个对立。所以每天我们看报纸，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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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纷纷扰扰的事情，包括医院有很多生病的人。事实上，大部分的病都是心态引起的。你的心越想的太多，很烦恼，头痛。脾气大，高血压，压力大，腰痛，很傲慢，自以为是，膝盖痛，啊，欲望很强，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肾脏病啊，三高啊，淋巴腺啊，属于水的都是你心态的问题。所以你的心态一起来，冤亲债主才可以靠近来。你的心态一平静了，然后呢，冤亲债主得到超度了。你吃个维他命 C 都好了，啊，不然你把全身开刀都开完了，开到剩下骨头，你还是不好，下辈子继续生病，啊，因为你的心态没有改变，然后呢，这个烦恼、这个业，然后这个病、这个苦，会不会生生世世跟着你啊？这个叫轮回，因为有了贪嗔痴，那你在人世间办的事情都是在造业。所以佛陀叫我们造，念一下净业，是清净的，没有烦恼的，对不对？还可以帮助众生的，我们也叫白业，啊，甚至一般的叫善业都可以。那这个善业又能够回向净土，证得空性，那是最好的净业。所以我想修行重点在你的心态，但是各位这一点要注意啊。像各位现在乖乖坐在我面前接受我的批评，这还不错。你没有站起来走掉啊，代表你还有救啊。我去德国，他们说师父讲话小心哦，他们一站起来就不会回来了。我说为什么？这是德国人的风度啊，他也不会现场抗议你，他听不下去他就走了啊。所以但是各位，我想听就要装下去，听装不下去就白来了，啊！这是我认为这是华人的问题，会听，但是呢心里不接受，他只挑自己喜欢的，不喜欢呢不要听，啊，不想接受，那这样你没有进步的空间。我认为像我很喜欢到处跑，除了去消业障啊，去结善缘，最主要是学习人家的东西。天主、基督教，任何国家、任何事情、任何餐厅、饭店，他们的做法为什么会这样？哦，他有他的，我们要学的，啊，所以懂得世间的所有的事情，才叫发菩提心。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要帮助世间的吧，世间的事情、世间的人事物，这个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好，所以大家以这种大悲菩提心、信心，为自己念佛，如果你这样的心念佛，你会不会变成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了。一心念佛，那100%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在你的身口意，然后呢，去利益对方。所以现在你有人要告你了，你不要烦恼，烦恼担心会让你恶业更痛苦啊！现在有人要告你了，医生要跟你开刀了，你儿子啊晚上又不回来了，你老公又有外遇了，赶快念佛。啊，因为佛的力量可不可以改变对方，让对方善根成就，让护法神呢，让他恶业不成就。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看法、想法去跟对方打仗，好不好啊？那我们就不叫念佛的人了。念佛的人就是相信自己不圆满，但是呢，我唯一要做的是我的空性、悲心，所谓的佛性，用我们一个圆满、自在、无畏。自在就是随缘，无畏是不怕不担心的心态，那你就恢复你的法身，那就是你的佛性。用你的佛性一心念佛，请问众生会不会超度？
事情会不会散掉？就会净化掉，烦恼业障会净化掉。生死问题都要念佛了，何况是世间的男女感情问题、生病问题、金钱问题，那这些世间法，那更要佛的力量，更是可以超越。所以整个大乘佛教，各位在这一点，当然念佛是个广义的，包括诵经、持咒都是念佛。啊，就简单的说，念一下：念佛、念法、念僧，啊，保持在意念三宝，然后呢，实践三宝的教戒。所以呢，挖掉自己的看法，完全融入于佛法，那这样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对立。如果一个人认为说，哎，你观念跟我不一样，我起烦恼，首先你就错了。起烦恼的人就没有佛法，啊，起烦恼的人就没有佛法了，因为佛法对他没用。他所谓的佛法就是没有用的方法，因为他居然还在起烦恼，心里嘀嘀咕咕的，不高兴，不接受，就代表他心态有问题了，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你要观察你自己，才知道自己这样对不对。我在念佛，结果你在持咒，我就很奇怪了。我叫你念佛，你干嘛持咒？这样，那你的佛有问题啊？因为佛接受一切，对不对？请问佛陀的心会不会接受一切？会的。你的老公有外遇，你赶快念佛，用佛的心接受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啊。那你有这种心态，你的业就消除，该你的就你的，因果来你也可以消业障接受。念佛不是说我念佛希望我老公乖乖回家， no， 念佛是让你的心乖乖待在佛性里面，待在净土里面，接受事情的变化，想了解吗？但是因为事情有变化了，怕它恶化，那更让我们念佛，念一下念佛一生灭罪和杀，念佛一生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了。你烦恼什么？重点是你有没有信心。当然各位不要听我这样讲，那就念佛好了，其他都不要，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广义的来讲，念佛、念法、念僧，你要念地藏经，你要念仪轨，你要念心经都可以了啊，都可以。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相应的方法。我为什么这样说？不管你修哪一个法，你的心保持清净、平等、慈悲、菩提心，那个法对你就有用啊。如果你认为念佛比较好，持咒比较糟糕，还是持咒比较好，念佛太简单，你有分别心对你都没有用，因为分别心就是你的伤害。我们念佛就是转一个烦恼的念头成为一个菩提心、佛性的念头，那什么就对了。当然了，除了有两个方法，有些人是一切都为了自己个人解脱，那当然还念起佛来还是想自己解脱的问题。那有些人念的是希望父母健康，那这个还是一种孝顺的心。但是做菩萨要往大处看，这个叫无量心。请问佛的心是不是无量无边啊？佛不会说，哎呀，佛你来保护我的妈妈健康，隔壁有老人他不管，哎，只有你叫我，隔壁我不管。佛没有这个想法，佛是无量清净平等，所以这个世界上哪里有苦难，你念阿弥陀佛。所以各位现在你在这边念阿弥陀佛，整个伯明翰、整个英国、整个欧洲地区、整个地球、整个法界，佛的力量有没有马上展现得更圆满啊？本来佛像阳光都在了，只是我们拨云见日而已啦。今天你把佛号，那么专心在意念的时候，让佛的力量展现出来。所以我想各位的手机啊，能够接到这么多讯号荧幕啊，并不是这些荧幕在你里面，我们只是打开频道，了解吗？啊，牵上网路，那在网路里面存在的东西会不会跑到你的手机上面来啊？我想科学也不离开佛教的因缘果报吧。所以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请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到地狱里面去？有缘就超度，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也会到恶鬼道里面去，极乐世界的圆满也会不会到你心里面来。所以一个人念佛念了十分钟，念完以后，有些人家打电话跟他讲声音，好，等一下
等我念完我才去骂你。那你不白念了，念完就不会骂你了，念完就会接受这个事情了。啊，念完也相信众业可以清报了，大事可以化小事了，因为在念佛。所以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学佛，结果子女不学佛，请问谁的错？爸爸妈妈的错，你们两个念佛还在吵架，还在那边叽叽咕咕，儿女这个不好，我们的神充满爱，啊，啪，再打一下，啪，这叫我们，你们还计较，分别，所以我这样的讲的意思呢，念佛要入心，由你的心表现在你的人格力量。我想，就像各位，我们都像一盏灯，这个灯当你念佛的时候，代表它亮起来了。请问这个灯亮起来会不会照到世界啊？所以一个念佛，一个诵经，一个持咒，一个修行的人，他让人家感受到的是一盏光明灯啊。既然你把我的黑暗烦恼消除掉了，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佛啊。所以那你念佛的人，修行的人，你必须从你身上表现光。就像我们这几天是一个锡克教的司机载我们载了八九天，那昨天圆满了他的工作，他一定要拿着麦克风，他说这几天他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然后大家不断的给他礼物啊，给他小费啊，然后看到我们去喂鸽子啊，去坟墓去啊，他觉得不错，你们这些人不错，这个叫念佛的人。如果我们大家车上乱丢纸屑啊，不给小费啊，又啰里吧嗦啊，听说这些佛教徒错，这样啊，那这样他就种下一个将来对佛法的一种善根，这样啊。只是因为他出生在他的环境，他做一个锡克教，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地方，他做一个基督教，这是他的因缘环境。但是佛法必须透过你的人格待人接物表现出来。那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啊，就像我刚才进来，椅子一定不够，赶快搬椅子。你要有一点直觉，乃至多空几个位置也无所谓。那你要有一个直觉啊，这个直觉是你要放下你自己。如果一直想了你自己，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我很烦恼，我等一下要讲什么，我很烦恼，我很紧张，我不自在，那你就不能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啊。所以各位修行佛法一定要让各位现在这样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没睡觉，那不错，我要抓住各位啊。你等一下说，因为我讲到一半，有人开始打哈欠了，看手表啊，我失败了。你什么时候下课啊？啊，为什么请人家吃不好吃的东西，真是虐待别人？佛法是个味道，佛法是个煮菜的人、讲话的人、穿衣服的人，你必须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好吃，我想要把你吃掉啊。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很甜啊，很好吃啊，跟你在一起很快乐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或许你学佛了，你有过去说，师父，我跟我爸爸老公离婚了，我想要出家。哦，我说你千万不要来，你连一个男人都处不来，你跟我们处，我们就被你弄死啊。所以有时候他们跟我说，我离婚了，我很爱我太太，但是我太太也很爱我，但是我为了要奉献给众生，所以我来出家，这个我们还在考虑，这个人还可以啊。搞了四分五裂，专门搞斗争的人跑来我们这边干嘛？生团叫和和，和和和和从哪里来？忍辱包容，学对方的优点，而不是盯着对方的缺点。所以为了念佛我讲那么久啊，但是这个就是超度。为什么他会堕落三恶道？因为他有贪嗔痴斗争的心态，斗争会下地狱，贪心做恶鬼，愚痴不相信会做动物，甚至因为贪嗔痴造成癌症，造成贫穷，造成官司，种种的灾难。所以话又讲回来，我虽然讲念佛，但是我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念佛的人、修行的人、持咒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圆满的
佛性的心态，讲简单的说，念一下：信心、惭愧心、报恩心、皈依心、信因果的心、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安忍心、空性、念佛的心。无论如何，就是一个好人，善良、道德、有智慧。所以要用这个心来念佛，你的心越圆满，那佛的力量越圆满。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光是不一样的，假设这样比喻，佛的力量是永恒的100%，只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乃至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所以展现的力量就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想要消灾啊，想要超度啊，我们这里面没有金钱的交换，一个牌位多少钱啊，坐前面的功德主，没钱的请坐后面啊，这里面没有分别啊，没有金钱的分别啊，没有宗教的分别，所以也不是认识或不认识，大家一心一意，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慈悲。所以法会一开始我们就先慈悲啊。有人就问我说，师父是要先供佛好呢，还是要先施食好呢？我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想吧。哦，我先施食，招请很多众生带他来供佛，那也很好，对不对？再来，我先请诸佛菩萨来，然后呢来引导更多众生呢来得到佛的加持，那也可以啊。我想看你的想法比较重要。所以因为你修慈悲心的人是众生第一，那你修菩提心的人可能你会说啊，那是三宝上师最上面。但是无论如何，心佛众生三无分别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就是众生，你也是佛。为什么？众生都有佛性，虽然我们现在是个凡夫，人类六道里面的众生，但是我们的心虽然有烦恼，但是我们的佛性还在不在？背一下：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所以你得癌症的时候，你佛性还在；你做皇帝的时候，佛性也依然在。所以六道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我是认为我学佛最重要。所以请尊敬众生啊！你杀我、强奸我、伤害我，那是你暂时的业报烦恼，但是你的佛性呢，依然是我尊敬的对象。不会，我想一个国王喝醉酒打你，你会原谅他？没关系的，国王嘛，喝醉酒嘛，暂时的嘛。一个乞丐喝醉酒，啪，你凭什么找我？你是乞丐。我讲这个很重要。当一个人看不起对方，认为自己比对方高的时候，你就是你把对方看作乞丐。当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点点，所有众生都是我的主人，我的父母，我是来报恩做仆人的，你有佛性，记住这句话啊。所以各位必须从内心里面去了解，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太傲慢或太自卑，对你都没有帮助。佛性平等，给自己机会也要给别人机会。所以我们虔诚的为他们念佛，请问三恶道往生祖先会不会现在去极乐世界？会不会？所以念大声一点，经常这样念啊。这个人现在在赌博、杀人、放火，然后呢很烦恼，你替他念佛，以你的心加上佛的力量，他会不会转换？会的。杀人魔王都可以转换，央杰摩罗杀了999个人，这么恐怖的人，佛用他的月爱三昧，一种月亮的爱啊，比喻这样充满了慈悲智慧来看看他，他的杀人之心就不见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佛，也为什么要随时保持佛心，因为这样呢效率，慈悲的效率，慈悲的能力比较高。所以我今天住在上面，给我安排很高，我很喜欢住高，住高我就可以看得远，心量会大一点。每个房子都念一下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大宝广博楼阁，每一个房子都变成一个净土。
啊，每一个人，每一个水，乃至念下来，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在虚空中者，在水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同享诸功德，皆共成佛道。嗡啊吽，哎，你马上要对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发出你的心。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刚刚看了一下，念下来，爱世界，爱众生，差了一个，爱自己。因为爱世界、爱众生是从爱自己来的，这个爱不是自私哦。我想要漂亮，我想要有钱，不是。佛陀讲的爱是不要让你自己受苦。当你起贪嗔痴的时候，就是你不爱你自己，你不爱你自己，也不可能去爱别人。就像我办了很多事啊，我们有很多什么会长啊、联络人，会有这个脾气很大。我说完了完了，我交给一个杀人凶手啊。因为他用脾气很大去办事的时候，谁都不能得罪他啊！所以我故意取名，我们各地方的协会都叫慈悲协会。他们问我说：“为什么叫慈悲协会？”只要你有慈悲心，我们就有资格帮助别人。但是平常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去助念的时候啦，我们去共修的时候啊，大家就怀着慈悲心来练习，多练习。啊，这个协会就是用慈悲心合起来的力量，可以关心世界，可以关心众生。拥有慈悲心才是如意宝，用一个慈悲心来念佛，来持咒啊，那你的力量大不大？太大了。所以用悲心来生活，吃饭、走路、穿衣服都要想着众生，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服穿。当你吃药的时候，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啊，这样就好了。啊，当你被欺负的时候，当愿大家都不要被欺负啊。我希望我能够承受对方的苦，众生的苦，希望大家快乐，用慈悲心来接受烦恼。所以，那你要把慈悲心灌入到你的生活、生命里面。哪一天我们会生病死亡的，因为我们也是怀着生慈悲心来生病，那时候快不快乐？愿所有的病人都赶快好，愿所有的医生都变佛，来帮助众生。哪一天要死亡了，怀着慈悲心死亡，请问怀着慈悲心死亡会去哪里啊？哎，如果你有信仰，会去净土；如果你没有信仰，至少会去上帝的梵天的地方。啊，你会去佛的净土。所以我想这个是重点。我想在这一点，像我们不应该一直在金钱上、外在的物质上面、外表上面去做功夫。请问慈悲的人漂不漂亮？最美最庄严。一个人就算你穿金戴玉，穿得很漂亮，但是人家知道你这个人不太慈悲啊，或是你让你家人感受不了慈悲啊。上回有一个老板很有钱，他说：“师父，我在别人面前人家都叫我大老板，回家以后我老婆对我不好啊，给我这边，我在他面前没用，叫东叫西，我觉得我过得不快乐。”我就跟他说：“可能你对待你老婆不好吧，啊，你认为你在外面赚了很多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的人格他不佩服你啊。”我永远都记住这个事情。所以我要出家的时候啊，我就很认真的那两年在家里，包括我的同事，我公司的这些股东同事，我都故意对他们很好。为什么？他们要投票表决我可以出家，我才要出家啊。虽然他们很多人不要我出家，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心里觉得我这个人如果去出家很好，只是他不舍得我出家而已。我一定要从他们内心里面要认同我的思想，我的人格心态。至于我修什么法，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修什么法，但是我只是觉得一个想要修行人至少是一个善良的人，别人欢迎的人，别人不讨厌的人，这个很重要。
所以那怎么做？不是我每天在那边看经典，不是的。我在公司我就提早他们去公司帮他们把门弄好啊，开始帮他们擦黑板啊，弄桌子。哎，老板呢？我以前是11:30才到，吃个饭，下午去打麻将，晚上应酬又长喝酒，然后这就是我做生意啊。为什么靠着福报在赚钱，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啊？因为我的能力都用在赌场里面啊，我连玩股票都觉得很痛苦，那不是我控制的啊。所以那是后来我修行了，我知道错了，我就买一个草席。买个草席干嘛？到公司睡午觉，躺在地上，然后先把公司弄好，开始服务他们。在家里我就负责，我老婆不用，我跟她讲，你不用洗衣服了，我会了，洗衣机丢下去就 OK 了。洗衣机是不会吵闹的老婆了，不是洗我的衣服，洗全家的衣服啊！因为我要开始修行，要开始让家里的人认同我。啊，变成一个最孝顺的儿子，最尊敬我岳父岳母的好女婿，最爱太太的老公，最爱儿子的爸爸。我这样讲，各位记起来啊，下回你要出家把这个成绩单拿来。啊，因为如果一个小小家你都服务不好，你小小的公司你都弄不好，跟人家合不来，你说你要去度众生、爱世界、爱众生，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你的人性上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讲念佛是要让佛入心，你就会产生力量。甚至有人跟我说：“师父，那你帮我查一查，我有几个堕胎胎儿？我已经修行很久了，我念经也很久了，我要参加什么学会很久了。”结果我有一些菩萨会看一查，3个堕胎。我还问他：“真的3个吗？”师父好厉害，你怎么知道3个？不是我好厉害，是那永远都在你身上。那你说你修行那么久，你为什么连个3个堕胎胎儿都超度不了？你还在修什么菩提心哦？啊，你还在修什么伟大的理论哦？还要修什么大圆满大手印在那边冲哦？啊，那为什么？因为你连小小的你自己亲自的冤亲债主胎儿，你都感动不了他。你怎么去所谓超度众生呢？为什么？因为用一种分别心在修行。我现在加行，那天有两个居士师父跑来找我，我已经拜佛10万拜了。这样，我说来来来，10万拜，外面人很多，你去跪在那边，你们好，你们好，你去跪去跪跪跪几下就好了。拜佛10万拜是要消除我慢。从内心里面尊敬众生为未来佛，而且呢，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让我成为土地的奉献者，像国王一样。这个国王是要奉献这个土地的。如果你拜佛，你认为你在数字上得10万拜，那我赢过。还有人问我一句话，让我无以回答：师父，请问你4家行做完了没有？我怎么回答呢？我真的没做完呢。因为我回答没做完，他会看不起我。那我回答说我做完了，那我不骗他吗？那不行。我只跟他说，我们的家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吃个饭、倒个水都是家行。啊，这是我们汉传佛教，我们叫毗尼律要。你每天要洗手啊，要洗脸啊，穿衣服啊，要上厕所啊，都是一个菩提心的家行。啊，都要会念，当愿众生，上厕所的时候捐除去贪嗔痴，捐除罪法，看到老人啊，希望他消除病苦，离诸乖真，都要记得念，因为你不念，看到一只狗，当愿众生皈依三宝，发菩提心。那你要每天要修几百遍，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每一个动作都是个加行。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什么？你没有脱离现实人间的家行，所以你才不会放弃这个世间，去追求自己的高傲。我修的法比你高啊！
所以当你认为这个法比这个法高的时候，你已经是知见有问题了，没有平等心了。对感冒的人，感冒药最重要，不是哪一部经啊。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那你必须透过你实际的生活去了解，也透过众生的需要去给他需要的东西。你不能说哎呀不要执着，万法皆空，哎呦现在生病不要执着，万法皆空，现在就还没死啦啊。他应该给礼物就给礼物，他应该给温暖就给温暖，要送花就送花。如果我来到，我昨天来他们门口拿了花拿个哈达，至少我还想说大家尊重佛法，谢谢。他们也说师父不要执着，自己进来吧那我们佛教就毁了，不要造佛像啊，不要什么供养啊，不要什么礼忏啊，什么都把它消灭掉就算了啊。所以各位呢，智慧不离开方便啊，所以心诚，那当然身体就恭敬嘛，对不对？对别人的尊敬。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尊敬别人？只看到对方的优点。一个人为什么看不起别人？耿耿于怀对方的缺点。但是缺点的背后都是佛性，都是空性。所以请问我们这些众生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可不可以成佛？没有问题，我们用一心来为他们念佛啊，不但是为这边，这里面的牌位啊写了很多很多地方的。所以我每天在房间啊，我都会一直写牌位，我就一直想啊，因为你要跟世界接触，所以各位不要不看报纸，不看报纸代表你没悲心，你随时也很想知道你妈妈现在身体好不好，对不对？吃药有没有用？那你要看报纸，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那你要找出佛法来对治它啊。哦，法国巴黎欧洲的高气温怎么办？哦，那是一种嗔恚心，一种抱怨而来的，所以我要发愿，这个叫自我功德力。从今以后不起嗔恚心，不抱怨，然后要祈请佛力，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最好赶快下雨。Om Mayo La Giranti Sabo， 请孔雀明王来下下雨啊！而且也希望当地的老百姓碰到日光的时候有一种反省的心态，然后呢，阳光可以转为不动佛的加持。念一下：诸缘不动，无嗔大悲，佛光普照，南无不动如来。所以这些阳光就马上转为清凉，变成一种超度。所以我们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今天讲爱世界爱众生，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何必这样做？我过得好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责无旁贷，叫责任。所谓大乘佛教是所有世界众生的生老病死离苦得乐是你个人的责任，不要依赖别人的承担啊！你要承担起整个法界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所以你要去了解他，接触他，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那为了这个事情，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写牌位，只是一个代表了，怕你忘了。而且祈求大家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有个佛性，用这种菩提心慈悲心来念佛。这里面有100个人，有没有100尊佛啊？不止100尊佛。因为呢，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一个人发起了一个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十方诸佛会不会来加持？十方诸佛皆欢喜，意念就像意念他的眼睛一样的守护着我们，诸天也护持我们。一个人发心，所以我师父呢，在我在家的时候，我要出家，他就给我告诉一件事：如果你要出家，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出离心，你对世间的爱染放下了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菩提心。所以我师父特别为我讲《优婆塞戒经》，讲菩提心大宝基金，他要我去以菩提心去受戒。但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出离心，你对世间，特别
钱呢、啊，因为我是个生意人呢、啊。然后呢，我也有漂亮的太太、小孩啊。我这个人又爱钱，还爱赌博、啊。我不是喜欢花钱，我是喜欢输钱。赌博从来没赢过，啊，但是觉得这个对自己好像，我就在折磨自己这样，失去了，然后看自己能不能风度很好，啊，都在跳楼的边缘这样啊，保持平静，平静，而且事情这个输光了还不能让家里知道，啊，因为我赌博都用我的私房钱。对不对？对家里所有的这一点，各位，男人好赌可以，你如果爱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任何人，公司的财产、家庭的开销，你能够不影响？所以我很厉害，我赚的是两份钱，应该讲三份。我太太那边一份，她觉得满足了。我自己有一份赌本，另外一份呢，是我对父母兄弟的永远，因为我觉得女人呢，我顺便讲。我如果给我爸爸妈妈兄弟钱多一点，他们心里就叽叽咕咕这样。你们家四个兄弟，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最多？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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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然他的名字不叫女人这样。我之所以娶我太太，这个原因也超越这个。有一次我开支票90万台币，那时候刚好那一天赚了90万进来，我就开支票90万要供养我师父盖寺庙。结果我过去的太太拿了这支票以后，她把那张画擦擦，我想了，天哪，叫我不要布施啊！哇，这么狠！结果她又开一张100万，她说要么就凑100，佩服，我赚90万，对不对？哦，你开100万，哎，怪不得你做我太太啊！我佩服你，她比较男性化，我的太太比较男性化，个子跟我一样高。外表比我漂亮，啊，但是唯一的缺点，他就是太爱我而已了。对，我是他生命的弱点。为什么？你执着，你就会痛苦，啊！但是无论如何，各位在这一点，我这样讲是各位，你要把你的修行做给别人看，你不能孤芳自赏，啊！你不能，反正我是修行人，你管我头发洗不洗？啊，你管我衣服好不好看，你管我走路好不好看，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佛以他的身口意的各样的圆满庄严来度众生，穿衣服、走路、写字。很多师父不要叫我写字，我写字很丑。你没修，没修就好好念啊。师父，我讲话不好听，你没修。因为你要成佛，身口意三圆满无过失，你才能够成佛。所以成佛很有意义的啊，三大阿僧祇劫的精进很有力量的。而且这些资粮，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一切的造的业，这个业的力量会不会跟着你？永远跟着你。不要让恶业跟着你，但是我们要照进所有的善业，回向众生，变成一种敬业、庄严，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就像我回来英国，我认为我在英国投胎很多次了，然后呢，反正回来就是要来还债的，也来累积功德的。过去带他们念耶稣基督，现在改成念佛陀，这样啊。所以如果升天呢，已经升天，还没有升天呢，我们直接带他去极乐世界。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我也记住我自己了，因为每次跑来跑去会有一些变化无常，但是呢，这个变化无常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为什么？灯如果亮的自然就有光，这样。所以各位，你最好在头上点一个灯，然后一生气，哇，它就熄掉了啊！你起心动念，嘣，它又熄掉了，这样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在修。啊，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自我观察力。自我观察力就是一个有觉性的人，他知道什么是亮，什么是暗，什么是无明，什么是智慧。你要有那个觉性，这个觉性就是我跟佛的心、身口意是一样的，这个叫觉性。不然你就是迷。所以各位要保持一个觉性，那这个觉性。当然你多看经典，
佛怎么想，佛怎么做，佛的功德，佛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你念地藏经，那你要认为你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愿身口意，这个也是个觉醒。你念阿弥陀佛，那你按照无量寿经保持我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的觉性，这样就好了。这个觉性就是你的法性，就是你本来的面目。但是你离开了这个铁轨，就像火车离开这个轨道，它就会撞到人。那各位要在这个轨这个法流里面，不能有我执法执。我执就代表我喜欢我讨厌的贪嗔痴，法执是对境界对所谓的法的分别，这个法比那个法高。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就帮助不了他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回教，有没有宗教，任何有情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任何法门，从念佛、持咒、诵经，世间的数学、化学、物理、人工智能，是个世界的方法，都可以拿来变成佛法。懂佛法的人，万法变佛法，你没有分别，所以你每天就是活在一个佛法的世界里面，那你要保持这个状态。所以一离开了拉回来，这个叫修行。修行不是我们应每天都这样念一下，应无所住而生起大悲心，我们不是每次都在这个状态，但是至少随时调整，调整到哪一天完全都不会改变，这个叫什么？来，无生法忍，大悲不退。这就是我们劝请众生包括自己往生净土最主要的目的，而不是说净土好，哪一个净土高，哪一个净土低。我们的动机是要达到一个绝对无生法忍的智慧空性，以及圆满帮助众生永不退转的能力，是为了这个，所以才要去净土。那你既然为了这个，你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你不能说等我去净土再说。现在我们努力不是一百分，但是至少念一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我用菩提心来放生，我用菩提心来念佛，这个都是所做的一切都回向众生，回向成佛，来广修深信因果。所以我想各位所做的任何一个功德都要回向众生，回向成佛啊！所以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广做一切，当然在做的这个福报还要念下来读诵大乘。那你不能够离开佛的菩提心或佛的教法啊！不能说我只喜欢读地藏经，我对其他经没联络，没研究，没什么兴趣啊！有时候各位要惭愧心，像我自己看某一些经典看不懂，惭愧，因缘未到这样。但是我先看我做得到了啊，我先去做，那看不到 不会做的那一段我跳过去，后面能做的我就做。我就像我看到金光明经，我以前也不太放生了，因为人云亦云，别人跟我讲，对对对，放生不太好，迷信啊，执着功德啊，如何如何。那我看到金光明经，哇，这金光明经讲了这种放生的鱼虽然死掉了，这些鱼就变成一万个天神护持这个国家哎。啊，在放生的时候，他居然把他流水长者子把他全家的饭菜都布施给鱼吃哎。啊，哎呀，我错了，我以前批评放生。啊，甚至你要看看金光明经，哇，供佛在天，虽然我们拜佛，但是这些天神事实上都是发菩提心的初地、二地乃至到十地菩萨啊，没有这些护法善神，那也没办法成就佛的功德啊。所以那既然看了就要去实践啊，所以发菩提心广修功德，以菩提心去种因，希望回向佛果，所有众生成佛，然后呢要深入经藏。不但如此，各位不能光研究，念一下半工半读，你要开始，像我吃素以后，我就开始在家，我就影响很多餐厅吃素。我故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很有钱，我每次就是带全公司的人或很多客户指定那一家咖啡厅，
餐厅，哎，我们这边吃素了啊，对不起，我们这边没有煮素，哎，你们餐厅气氛怎么好？我教你们，我请别人教你们，啊，慢慢，哎，他们也会煮得很好吃了。慢慢，我又故意常常去吃，带人去吃，他们的餐厅里面就至少挂一个牌子，本店提供素食，而且会煮了，啊，包括卖茶的也会提供素食。为什么？你如果不让一个荤食的餐厅改为素食餐厅，慢慢走这条路，那你就是没有菩提心，没有劝进行者。啊，就算他永远不卖荤的，那我也会跟他讲，那你有食桌啊，以后你干脆保留一桌，我们这个叫素食区、素食桌，初一十五，那就有人来给你吃，我还故意打电话请客，你们到那边去吃。啊，让他觉得初一十五都有人来吃呢，晚上吃素有希望呢，因为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啊，所以慢慢有人去那边吃素，他就有一点福报。现在还懂得教他们施食，所以各位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会做。也就是说，各位你虽然学佛了，你要有那种热忱，就像我现在拿着麦克风，就像在市场卖膏药的这样，咔咔咔咔咔咔这样一直讲啊，然后呢想尽办法啊，然后你要有那种热忱悲心。引导他们也来学佛，而且学佛不是学你的法门，而是他要健康，我们给他健康的方法；他要发财，我们给他发财的方法。从世间法，他已经有信心了，他相信因果轮回了。进一步，慢慢福报够了，你才有福报而不执着福报。再给他讲了相应解脱的，念一下苦集灭道。啊，佛陀讲的四圣谛，世间的苦啊，苦来自于无明贪爱，消除无明贪爱，你就可以离苦啊。那你就要修道，勤修戒定慧，一步一步。然后呢，实践八正道的生活啊，但是个人解脱还不重要。我们华人都很好，希望爸爸妈妈健康，希望祖先超度，对不对？希望先生平安，希望小孩子，像最近要考试了啊，我的微信可爆满了，每个人都要我祈祷。希望他儿子考上，别人不要考上。很少写说，希望大家都考上。他们说：“师父，你一定要加持我儿子考试顺利啊！”这个给我压力很大，万一考不上还怪我。考上就马上包红包来，人民币1000块。啊，但是我认为我也不会反对，我都会祈愿这个人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对所有的考试的学生跟考试的家长。升起一个善念佛心，希望他们考试，如果你准备好了，顺顺利利，没有障碍；如果你考不上，更努力下次再考，这样啊。但是无论如何，顺境逆境都成为他学佛的助缘就好了。但是就给我一个机会，去为他们助念，生病也好啊，超度也好啊。所以我想各位，当然。念头最重要，因为没有对方啊，你就生不起这个念头。所以劝进行者，那现在有网络，各位应该利用网络去接触众生，了解众生的苦。所以我老实说，我在微博里面有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吸毒，他是个妓女，他是个同性恋，我觉得这些生命的经验啊，对我帮助很大。那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去监狱，我特别去这些监狱啊、舞厅啊这些比较痛苦的场所，因为一个人修大乘佛教没有生命苦的经验了，多方面的经验，你不知道什么叫慈悲啊，你的慈悲是有限的啊。我们要达到无量心、愿诸有情，那你要去接触它，以及这个社会现在的共业现象。所以我想各位住在英国，想到各位比较有国际观，英国也好，欧洲也好，中国也好，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每一件事情你稍微都要去了解一下。而且这个地方要选总统啦，那个地方要选总理啦，那个地方又有一些抗争啦，都是你关心的范围啊。所以但是关心的范围有时候你会没办法马上跟对方沟通，但是我告诉各位，来以心传心
啊，就是最近德国总理梅克身体发抖，对不对？我就帮他调查，也问医生，医生说他这个压力太大，又加上更年期，啊，再加上另外法师说身上有冤亲债主，那我多方面都帮他做。那你会说，这个梅克跟你什么关系？老实说，我认识几个法师，我一问，他以前都做过我的亲人。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反正我注意到了，这个魂墓碑我多看两眼都跟我有缘。我现在已经不用问了，所以佛陀要我们念一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大悲，帮助众生。那天我们到爱丁堡的一个魂墓区，想要做烟供，但是那个是在市中心很难，但是魂墓他们有一间一间像房子一样，我们就跑到一个最阴暗又通风，给它烧火了，这样门口要站两个我那边保镖，万一人家经过，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结果烧了老半天，哦，终于做成功了。那烧完以后，哎，墙壁有一个脸的相片，我就看这个，这个鼻子跟我一样尖尖的，有缘，我就给他拍个照。拍个照，结果呢，以前是我的祖父啊，不然我就不能来这边做，而且在那边做，他这个祖父呢，现在就得到这个佛法的资粮，他去净土了，将来他就可以学佛了。这个叫缘分嘛。不然这么多坟墓，就这个刚刚好，而且那边做得很不错，所以医生也好，坐在哪里也好，像各位会讲英文，我不会讲英文，好在我不会讲英文，不然我不讲死了，所以但是各位会讲英文，那你应该用英文跟他讲佛法，讲他喜欢听的。一个人要开智慧，一个人为什么智慧比别人高啊？很简单，很热心的关心别人，那你就会开智慧，知道吧？一个人只关心自己，或是成功失败，你的智慧是很狭隘的，很孤立的，这样记住哦。所以原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大智慧，是来自于你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苦，以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个实际行为，所以你才会开无量智慧。如果你只关心你自己的法门，关心你自己的宗教，关心你自己的上师，关心你自己的道场，这一点你要小心。所以佛教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归属哪一个法门，因为法门是个方便，在不一样的时间要修不一样的法门。归属哪一个道场，这个你要小心啊！但是如果当然呢，藏传佛教在西藏以前，他们在山里面没有交通，没有什么，反正他一定要要求对他上师要忠诚。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了啊！这个社会我们学的大乘佛教，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你要学的是万法。所以我的师父啊，非常好，我师父常常跟我说，你要多跑啊，像我们这块布，就是按照华严经有53条线，代表你至少要拜53个发菩提心的上师法师，包括他是个在家人，所以善财童子拜访的有航海家，有做烟的，也有妓女啊，他们都视线各种不一样的身份。所以各位看一下善财童子在普贤恒愿品里面，所以他如何去学习发菩提心，但重点是他已经发菩提心了，但是如何去行菩萨道，他要去问嘛？哦，原来做航海家，哦，原来做个法师，做个皇帝，做个修行者，做个一切事，做个出家人啊，怎么样的去发菩提心？那意思是说，那每个人都用不一样的身份去发菩提心，去学习，去了解，而且要针对当时候的需要，用当时候的环境来转化为菩提心。就像我们今天用一个饭店的一个会议厅，那我们这边现在是不是一个道场啊？是，但是短短几个钟头也够用了。
但是各位，这个佛法深植在你心里面，这个比较重要。啊，我现在我跟别人的特色有一点不一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我这个人只要听到真理一次，我永远不会忘掉。啊，这是我最大的特色，也是我师父师公给我讲的。他什么时候给我讲哪一句话，我都背着。包括我师父师公，包括我爸爸现在往生了，他给我讲的任何一个有句有用处的话，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自然在心里面。所以各位要做一个像海绵一样去追求真理的人。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天天就待在你的家里，待在你的范围，然后不去关心。所以我也一直在想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带着这1250位阿罗汉那边晃来晃去？人家已经证阿罗汉了，不用晃了。啊，因为佛陀要让阿罗汉去看世界啊，也让世界来看僧团啊。因为阿罗汉能够发起成佛的菩提心，而不要在个人的小乘的解脱的状态了，这样对世界没意义。佛陀是为了让众生成佛而示现的，阿罗汉是一时的修行的方便。所以同样的，各位也应该多参访列国啊，也不要光喜欢的地方，越贫穷的地方也要去看，进步的地方也要去看。就像我到德国去，那时候我们去参观哦，这个 BMW Benz 哦，要参观 Google，这些他们怎么作业的啊？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历史你都要去了解，只是这个了解不是为了考试，我们以前在学校是为了考试，为了成绩在了解，现在是为了融入于对方，帮助对方而了解。印第安人，美国，像我下个礼拜要去美国了啊，美国的历史从印第安人到独立，然后呢到怎么样，你要全盘的了解。美国现在有1/3的非裔的美国人，甚至美国有很多现在这些没有家住的啊，这些流浪汉，甚至美国有什么高级的地方，哪里都要去了解。好，所以现在我们来念阿弥陀佛好不好啊？所以请各位记住，为了念一个阿弥陀佛，师父还真啰嗦了。意思是说，我每一件动作我都有一个佛法的正念来支持我这个行为，吃饭、走路、穿衣服，都有它的目的。啊，就像我今天要上台了，我这个衣服就要赶快，虽然几天没洗了，我们在外面不方便啊，又没人会烫。啊，哪里脏掉了，弄一弄，哪里脏掉了，脸足胡须什么都弄好了，因为让别人看到佛法的清净嘛。啊。而且各位，你听我在讲话，我手呢比来比去，免得荧幕前太无聊了。这样不讲话了，这样静静，脸也没笑，没眼神，什么都没有了，还没看到睡着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卫星直播啊，全世界都在看，所以以后各位知道这个了。你要参加法会，我们现在的法会完全都用卫星直播，一部手机就是道场。传八关斋戒拜忏，7月6号开始美国短期出家，要不要参加？在家里 OK 啊，对，你就手机拿出来，跟着3皈依5戒菩萨戒，对不对？因为重点是心态，你要利用现在的以心传心，大家心心相印就好，相信，你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没有在这边？你相信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没有在这边？永远背这句话来，弥陀在我心，弥陀在我心，此地是净土，念佛当下是佛，对，所以把地狱面念成极乐世界，好不好啊？把鬼道念成佛陀的化身，他们马上就坐在莲花了。所以一切唯心造啊，所以你要掌握你的心，你就可以改变世界，爱世界，爱众生，来自于爱你自己，让你的心安住在佛性，安住在念佛啊，那世界跟众生就会改变，世界变净土，众生变阿弥陀佛，
他就超度了，他就离开烦恼病苦，离开忧郁症了，以这样来改变自己。不过我还是要交代，请各位多问别人，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啊？啊，因为我才不问他了。事实上，他最了解你，敌人是最了解你的。啊，但是你要度你老公，你改变了，你才可以度他。啊，你不要一直讲他缺点。你要度你儿子，你改变了，你就度得了他。但是宿世的因缘，你总要去圆满这个缘分。所以很多人说，师父，我要出家。我说结婚了吗？结婚了，可不可以说可以？你债还完了，度完他了，你就自然出家。啊，没有他同不同意，这两个是决定在你自己。你自己的决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种种的功德，对方虽然不舍得你，但是对方心里了解这个因缘到了，他会祝福你。如果你是真实在修行，他将来就算这辈子不能理解你，下辈子因为你和他到极乐世界，他更感谢你。啊，所以在这一点，我想你还是要透过周围的环境来了解自己，不能舍弃你这个周围的环境。啊，所以你住在伯明翰，因为你经常在修行、念佛、诵经、持咒，你也感觉到伯明翰因为你的存在而开始有一点进化了。那这个对世界就会产生力量了，慢慢扩大，你越有信心，越有悲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学佛不要批评世界啊，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让我们更相信佛法而已。这个世界本来就五浊恶世，而且是个善道，如果你去轨道地狱道，那你不批评不完了啊。所以不要去跟这个世界搞对立，不要去公开批评社会、国家、制度、人、事物，啊，一切在你内心里面，你心清净了，一心念佛，世界就改变，对方也会改变。不要因为对方让你起烦恼，不是担心就是烦恼，那你又离开觉性、佛性了。就算你来出家也没有用，因为出家只是理光头，而佛法却在心里面，啊。所以我想大乘佛教不分在家出家，只要你能够一心念佛念法念身，就能够当下得到自在。所以各位，我讲那么多，我们现在自己大家都变成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普照整个六道有情法界众生。好，大家合掌，来以大悲心菩提心，自己变成一个阿弥陀佛的代表，愿众生离苦。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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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世界各国家领导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下济恶鬼苦，下济所有动物苦，回向所有流产胎儿，所有苦难友情，所有病苦者，贫穷者，业障者，同享功德。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那各位经常这样念佛好不好啊？那个时候哎呀，什么都痛苦都没有了。但是你不能说，师父我念完以后我膝盖还在痛，怎么没有用？那就代表你没有在念佛，你在念膝盖啊。虽然我们念佛，但是我们接受业报，因为这个业报是帮助我们念佛的助缘。哪一天你念佛念到突然断气了，那不是正好吗？刚好往生净土啊。所以各位不要在乎世界的这些生死变化，活到三十岁往生净土，还是活到八十岁得癌症而死，你要选哪一种？对呀、啊，对不起了，还没结婚哦，怎么？啊，你不能执着世界。往生净土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就是执着，放不下，有所求。就往生净土最重要是要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无常了解，能够接受它的变化无常，但不执着它。我们来这个世间来还债的，好不好啊？来报恩的，来还债的。当然也有人对我们很好，哎，我们来报恩；对我们不好，我们来还债。啊，因为没有人对你不好，你怎么修忍辱空性啊？对不对？你才会有起心动念，你才知道说，哦，还有一个我在生气耶。啊，我要借这个机会来净化这个我。所以念佛要接受一切，所谓这个厌离心，佛教喜欢讲空性，那就是平等接受，无有分别。那我们要保持这个心态。但是如果你有分别心或是对立心，我怕对方对不起我，那你这个念头就会招感很多对不起你的来找你啊！不要惹我生气，不然我会报复你。那你这个嗔恨心呢、啊？还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你来的都是嗔恚的人，嗔恚的事情会让你恶性循环。所以心念改，世界就改。你用一个原谅、包容、慈悲，来的人都要来原谅你，来包容你，来对你慈悲的人。所以各位，从你的世界，从你的家庭，从你的儿女朋友，看看你是什么人，也很容易看。但是念头改，世界就改。所以各位刚刚这样专心的念佛对我们有帮助。如果你再读一遍佛说阿弥陀经，哇，你更有印象了。然后呢，你又专心的念佛。这个就是佛法。世间你要随顺因缘，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这样了，他已经变成那样，你操心担心都没用。很多妈妈就是，师父我儿子帮他加持，你一定要让他考上学校。我说有一种不用考，佛学院，因为他保证考不上了，他那世间都考不上，佛学院他可以考上，不用考，他愿意来就不错了，但是他有一种主宰的心态，我一定要我儿子考上，用多少钱我都要让他上，这个就不接受，你这样来念佛啊，佛就加持不了。如果我念佛，我接受他考上，我也接受他考不上。虽然他考不上，他认识了一个念佛的朋友，对不对？阿弥陀佛会安排的。这个考上不会学佛，不要让他考上。这个考这个学校会学佛，让他考上。阿弥陀佛会不会安排这个？你娶这个老婆，让你不学佛，虽然漂亮有钱，他叫你离婚，代表你念得不错。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会让你学佛更认真。阿弥护法就是忙这些事情的，
护法不在乎世间的快乐痛苦，护法在乎的是你最后会不会学佛往生净土，让你成功往生净土，那让你成功；让你失败，你才会念佛，那让你失败。如果你在世间成就很高，我是个博士，我赚很多钱，完蛋了，你要下地狱了。为什么？因为你得到这个地位，你就会不择手段，一直想要在网上，那护法会让你失败的。就像我一样，永远赌不赢，我才会放弃。如果我赌博会赢，我就不会放弃。然后这个放弃还有个助缘，我放弃赌博是在日本，我在日本住了好几天，一个人住在那边，因为我要照顾一下团体，我还故意住了最高的地方，底下还看得到那些旅行团他们吃饭的地方，因为我顺便要过年嘛，团体多，结果在那边待个一个礼拜啊，我发觉晚上很无聊啊，然后去打帕金狗。也很无聊，这个跟铁珠子玩不好玩，就这么一直思维这些道理，后来想，哎呀，不要赌了，这没意思，所以你自然有那个助缘，所以那时候想一想以后想通了，所以我去泰国北部也住了十几天，要去吸大麻，我们十二个有钱人要去那边，一人一个最好的套房。天天晚上给你安排不一样的小姐，然后你去吸大麻，然后我在那边住了几天，我也开悟了，不要再碰女人了。有一个最漂亮的小姐一进来，哇，好性感，嘣，电停了，乌漆嘛黑，我又怕黑，然后那个小姐就变成一个亮亮，我就喊她乖啊，我都吓坏了。等那灯亮了以后，我拿了很多钱，钱给你，你赶快回去。后来我跟我师父说，师父，我看到鬼了。到后来我认识我师父说，鬼还会发亮？你乱说。我想对呢，鬼怎么会发亮？我说的是菩萨示现给你看，妓女也是佛菩萨给你一个助缘。那个时候你才会再去思维这个问题，思维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决心了，我这辈子不再碰女人，不应该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因缘到了，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善根，有一个好的善根，那我去泰国我还有个好处，我很喜欢到泰国拜佛，而且以前泰国很穷啊，我还跪在四面佛面前发愿，我要让泰国有钱，我一个月要办300团进来泰国，真的，我一个月办300团，我用最低的价钱招更多的团去泰国去花钱，我要让泰国赚钱，我发这个善愿，结果等我300团办完，我就要被总公司开除，这样，我差一点跳楼，我这么忠心耿耿呢，后来学佛了。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去泰国都去做坏事了。他不让我去圆满这个事情。后来我因为被开除了，我才可以转到另外一家台湾一个最最高格调的一个旅行社。那个老板娘是个佛教徒，进去公司的人初一十五都要跟他去拜佛，这样吃素。所以我在那边学了很多很多。所以没有这个缘就没有这个缘，我才懂得哦，吃素是什么意思？初一十五吃素，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老板是我过去世的爸爸，所以他从我刚进去就一直培养我到他的核心，对吧？后来我出家了，他太太就往生了，他太太往生了还交代他女儿说，以后一定要找那个海涛师来度你爸爸，只有他可以度他，因为只有他疼我。他没有儿子，就我这个过去世的儿子了，所以我可以度他。后来他家帮我在新加坡开了一个中心，我在新加坡中心从他爸爸开始的，慢慢的越，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一心念佛，你接受安排，不要起心动念，因为好的不见得是好，坏的不见得是坏。念一下，一切随缘。对，你要随缘的，但是把一切交给三宝，也相信业力。
我们自己断恶修善，相信因果，相信这个业力，但是佛力无边。但是最重要的，来一切平等对待众生，这个叫大悲心。大悲心必须平等，所以希望各位，你很爱狗，请你不要杀老鼠啊！你很爱狗，请你不要用牛肉给它吃啊！你很爱你的胎儿，尽量不要用牛奶给它喝。人家牛妈妈也有小孩啊，小公牛生下来，所以我这个人我很福报，我没有喝牛奶，我从小没有喝牛奶。我妈妈说生到我，我是老三，没有奶水了。再来，我碰到牛奶就拉肚子，所以我是吃古时候台湾叫米糊吧，对不对？一种米做的吧。所以很多人我说不喝牛奶没营养，你要听佛陀的，你不要听赚钱的人的话啊。而且这两天我们李志雄跟我说，师父，小朋友喝的牛奶一定加鱼油，小朋友的婴儿的奶粉一定有加鱼的油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才够营养，才可以开发脑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我这辈子头脑不错，好在我牛奶喝得少。所以我想科学家讲的跟佛陀的道理，各位你要相信，慈悲不可思议。那现在有很多婴儿的植物奶，所以因为我们最近我去爱丁堡，有一位居士，一个小孩，他那天我说，师父，我喝牛奶，我女儿一直拉大便，我说你给他吃植物奶试试看，如果他不会拉大便，代表他跟我小时候一样，你放心啊。而且这边也有在做嘛，啊，所以我想各位要有对佛法要有信心，所以要平等慈悲。现在我觉得英国也好，德国也好，太不错了，很多很多素食 vegan， 对不对？只是这边因为他们没有佛法的观念，有些 vegan 还加葱啊蒜啊。像我最喜欢吃沙拉，那一天去看那个椰子沙拉，哇，天哪，太好了！准备买回家一看，里面有蛋白啊。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这边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一个佛教徒，应该叫让人家真正的吃素是什么？葱啊、蒜啊这些不圆满，鸡蛋呢、啊，这对母鸡、小鸡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叫大吃大悲。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养了将近3000只的狗，全部都吃素，因为它关在里面，它让它吃素啊。啊，但是因为你不会妨害到它的营养，所以很多人跟我说，你们吃素身体没力，没力，人家犀牛大象吃什么的？啊，人有很多借口，这个叫知见。犀牛大象长颈鹿就是吃草了才有体力，身材高大，才不会天天睡觉起烦恼，想要咬人啊。所以各位，这个观念你要记清楚啊！你希望清净，这个身体是你的道场，是你的法器。这个身体不清净，你怎么修行啊？你打坐的时候，那些动物就开始叫了，对不对？所以你喜欢打坐要注意啊！你不忏悔，好好的忏悔、持戒，你打坐问题就来了。比如说，你身上有两个堕胎胎儿，你打坐看看。你要解脱，你要快乐，他们就痛苦，他就开始让你身体不舒服，让你精神出问题。而且堕胎胎儿，你不理他没问题，他理你小孩子，让他感冒发烧，让他精神出现问题。光堕胎胎儿是如此，何况是一个肉了啊！所以各位，你要讲慈悲，那你就要修到平等。你不能对 A 慈悲，对 B 不慈悲，众生平等，你怎么对待你儿子的，你要这样去对待所有生命，包括所有人。甚至佛教优婆塞戒经还写得很清楚，只有一颗解药，你儿子中毒，敌人的儿子中毒，那只有一颗解药，只能救一个人。如果你是修慈悲心的人，你发愿修慈悲心的，这个药只能给你敌人的儿子吃，
这才符合悲心。悲心是利益众生 而放下自己。所以如果你这个人很自私，想什么都是自己儿子、自己先生、自己太太，很难修行啊。那佛教不是叫你放弃，你要以爱儿女的方法去爱所有生命、所有动物，那就对了。你要故意训练这样啊，这个叫长养慈悲，你要去培养，不然这个执着的爱会让你放不下啊，会帮你没办法体悟空性。所以你多念佛，多持咒，因为求佛加持，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烦恼障碍，所以呢我要多念佛。那你要发愿，愿佛让我大悲平等，愿佛让我断除烦恼。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你用自己的分别心去搞自己，那你还是自己，你没有相信佛的力量。我们修学佛法最主要是信仰的力量啊！你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你对药师佛，你对地藏菩萨，要有100%的信心，完全把自己毁灭掉可以啊！这个我是一个邪见，所以要调伏，要颠覆它，要消灭它，要断我执。所以各位，如果你开始修行，你就要开始我放在最后，别人最重要，不能我有我的想法。如果我有我的想法，虽然我是正确的，这个还是法执。为什么？你首先就要配合别人啊，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别人在聊天我要聊天，别人在讲话我在讲话，别人打坐我要打坐。你要开始练习，就像我们男人当兵，我们在台湾的男人没当过兵，人家不嫁给你，说这个男人没用。这个当兵就是很累了，当兵只讲服从，强烈的服从，叫你蹲下你就要蹲下，叫你站起来就站起来，然后你站起来说你怎么蹲下，我说我站着啊，我叫你，然后我就蹲下去，然后就每天的搞来搞去，他就让你把你那个，你就一顿服从，我说黑的你就要讲黑的，你不能没有啊，明明是白的啊，啊，你不这样，你那个强烈主观意见去不掉，强烈主观意见去不掉以后，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佛法，那不很可怜吗？用自己的想法来念阿弥陀佛，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十个人念佛为什么十个观念不一样啊？啊，因为含着毒在念佛，就含着烦恼我执在念佛，因为没有一心，没有全然放下。所以有一句话是，来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你要圆圆满满，不是这一辈子的生命，我们叫归命阿弥陀佛，归命佛法僧三宝，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敬畏来记啊，连你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叫我跳楼就跳楼，要这样去归命阿弥陀佛。讲起来很简单，我知道做起来很难的啊。所以一个真正归命阿弥陀佛的，就要开刀的时候不用开刀，不用打麻醉剂，因为我相信阿弥陀佛。你要做到这样，这就是佛的修行。佛为什么要过去是一直舍掉他的身体？因为不舍掉他的身体，就不能断我执，也不能修悲心，用身体跟众生结缘，你吃我的身体，你喝我的血，我将来才可以度你。也透过舍掉自己的身体跟所谓的观念自尊，那才可以把这个我断除掉，不然他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佛性都被我的分别心盖住了。所以我想各位，为什么佛陀要我们叫我们布施布施布施，奉献奉献，那这个观念你要建立好。所以当然各位在生活上有金钱上的需要，但是你要认为你想不是赚钱，不是你想来的，赚钱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业报。我就是这样的人，让我开悟了。我虽然是一个很会赌博，我也很喜欢赚钱，因为我赚了钱我就可以赌大一点啊，所以我用力的去赚很多钱，然后但是我发觉这个不是你在控制的，因为股票变了，社会环境变了，房地产变了，
我就是因为这样赚了很多钱，在某一部分也亏了一些钱啊，原来这个都不是你在控制的。就像我很喜欢赌博，我后来为什么不赌，开悟了，为什么？赌博是靠运气的，不是靠技术的，跟技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再认真也没用。所以各位啊，业的力量，业的力量像瀑布一样，佛陀这样形容。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善的果报，那你就广造善业就好了，而不是用心机。如果你的心机，比如说我去做这个生意，我去做这个事情对我比较有好处，那就离开佛法啊，又得不到佛的加持。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利益众生，祈求阿弥陀佛加持，那你去做吧。你的动机没有自私，自我爱惜，自私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因为那是烦恼啊。唯有奉献给众生，祈求三宝的加持，才是快乐，才是自在。我想每个人都，佛陀要教育我们是这个观念。做护士，做医生，做企业家，做先生，做太太，做老师，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事业，要把这个事业当作是佛事，那你做事业有道理。但是这里面一定要考虑到戒律、道德、善良。就像各位现在听佛法了，叫你去卖牛肉，这个好赚那是不行，对不对？虽然我那天回来，我们李志雄说，师父，我们这英国的牛啊，这边的牛从爱丁堡来到格拉斯哥到这边，沿途的牛是草很多自然的牛啊，没有圈养，慢慢让它产奶啊，如何如何，讲起来对还是自私，因为你只想找好的材料的牛奶给你儿子喝啊，你根本不是利益众生为牛想，你怎么想还是为你儿子想啊，最后他们只是受少一点苦，不是不受苦。那些牛会说：“我高兴，我愿意嘛？”没有啊，这些牛不会这么说的。只是人类为了自私的动机，可以保护人类的胎儿跟价钱，这些牛被另外一种款待了。安乐死跟自杀都是自杀的，打麻醉剂死跟枪击死，那只是死的那一刹那感受不一样，那业报他还是要再轮回。所以我想，我们既然讲利益众生，那各位要想得很透彻。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慈悲不是我们去放生那一天慈悲，而是老人慈悲是在你的生活当下，家庭事业，你要充分的去慈悲。而且佛教也不是分开了，等我这个修完再来修慈悲。佛教不是，不能把佛教切一段啊。现在有些人说我在研究什么佛教道次第系统式的，他认为一二三四五，那你会伤害到佛教。佛陀讲是一心，这个一心里面包括刚刚讲从信心到菩提心到空性，是当下都要做的啊，而不是说，哎，我一楼跑到二楼，我就不用去一楼；我二楼跑到三楼，我就不用去一二楼。所以我为了达到这个，所以我在追求这个。那，所以念下来，不退初心，成佛有余。这个不退初心，就是代表愿成佛的、为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你要用菩提心，你要发起愿成佛的心，而且佛怎么想，我尽量往这。最后你成佛还是这个心。就叫圆满菩提心，一开始要发心，后来圆满菩提心，所以你的动机并没有分别，只是因为我们的资粮智慧不够啊，千万不要把佛教切断切断。所以讲大悲心，它必须要包含信心、惭愧心、相信因果、出离心，这是基本的。你不可能说我有慈悲心，但是我不信因果啊，我没有皈依三宝，你没有皈依三宝，那只是你自己的善心而已。因为我们的慈悲心是依止于佛陀的心的慈悲心，所以
要用这样来理解我们所修行的方法。特别今天是农历二十八，今天念下来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阿弥陀佛功德加持日，持斋灭罪九十劫，持斋灭罪九十劫。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守八关斋戒，那又念阿弥陀佛可以消除九十劫的。但是今天各位没守八关斋戒，那无所谓，等一下吃素好不好啊？明天上午再补一顿素，对不对？吃三餐素。因为呢，大乘佛教来自于帮助众生，而不是你个人，不是你个人。特别到七月二号之前啊，都是佛陀的成道月。像今天是多少倍功德？你讲一千亿倍，一千亿呢？人的人365天，过一百年才多少天而已。但是今天所做的变成一千亿，今天明天到七月二号，那是一个大圆满日。那天各位吃素啊，放生啊，点灯啊，发菩提心啊，念佛啊，看经典啊，好不好啊？因为呢，这样我们不是贪功德，而是这些力量我们才可以回向给众生嘛。就像英国脱欧，你说没问题，我负责1亿英镑给你们，那就 OK 了。1亿英镑算什么？我们这个功德太大了啊！以这个来回向英国女王、英国未来新的首相，对不对？英国脱欧也好，没脱欧也好，都大家都和谐发财啊！那这就是学佛的人的一种法喜。哎呀，法力无边啊，对不对？三宝加持，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还有没有烦恼？没烦恼，烦恼是自找的，因为你放不下。所以因为放不下，所以我们赶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赶快念经思维经典啊！既然念到空，既然念到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叫我们要对世间看去，世间是我们来慈悲的地方，不能执着。所以去阿弥陀佛是为了证得空性跟大悲不退转，你才可以回到这个世间救度众生。所以鸡丢到水里面会淹死，但是鹅就不会，对不对？这个不污染，这个鹅的翅膀不污染了。那各位现在看到帅哥美女眼睛都发亮，这叫污染啊！喜欢人家讲好听的，喜欢别人尊敬你，喜欢别人如何如何，这个叫心脆弱。所以那你要懂得训练你的心，坚强的接受一切。所以回去跟你老公说，老公，如果你决定要离婚，你跟我提早三天讲，我不会问你为什么，我只会问你留多少钱，因为我要生活，要带儿女嘛，啊，其他的感情是假的，无所谓，啊，那这个代表你放下了。如果你这么放下，不会计较，你老公才不跟你离婚呢，哪里找这种这么好的女人，不会跟我吃醋的。啊，所以，但是如果你一直很担心，我讲的是一个比喻呢，就是说无畏。我刚刚讲了，随缘而无畏，无畏是你没什么好担心，我怕什么？现在我在这边讲课，外面有两个人，我现在拿枪打死你，等一下，等我讲完回向完，砰，死了 ，OK。啊，那各位要经常观修。就像玄奘法师为了到印度取经，被土人本来要杀一个小孩，看到玄奘法师白白的，就把他抓过来绑起来，这个好，这个拿来祭神更好。结果底下就烧个火，要把他活活烧死。玄奘法师说：“给我几分钟，我是个修行人，让我念完我的经。”他就念《般若心经》，那时候还没有翻译嘛，因为他完全按靠这个《般若心经》。结果念完以后，正在念的时候，他眼睛闭起来念，整个变成鬼哭神嚎，那些坏人啊，那些土人都跑掉了，吓坏了，所有绳子自动解开。所以玄奘法师看到这个，他更有信心，怕什么？啊，再大的灾难，靠着经典的力量，所以对他这种不退转的，要拿经典来翻译。
那他不懂经典的意思都有不可思议了。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宣判不可能，我就是希望有奇迹出现，因为我们身心无我嘛。再站起来的机会是不可能的，我的世界就毁灭了。因为从小跟哥哥的感情非常好，新闻事件怎么会发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这一场车祸，我学佛了。永不放弃。像我在屏东菩提，就是每次修法会就一定要用爬的上去。对啊，那有很多热心的师兄师姐想要帮忙什么，因为知道他们无从帮起，所以只有他知道怎么帮我。我是在2014年的12月2号那天发生车祸的，那到现在也将近快6年了。对，那时候因为就是去。把自己撞了一身的骨折啊，手脚啊，然后腰椎都骨折了，所以造成了下半身的瘫痪。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说，你的哥哥是下半身可能都必须是在床上度过这样。他们当然不敢让我知道。那其实自己有意识到，所以当你那个意识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是上百次想要了解自己的念头在脑海中就是都有盘旋过这样，但是后来发现自己连要动手了解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因为手脚都断了。我记得是当天要回家的时候，我跟爸爸在车上，我当时就跟爸爸讲，哥哥为什么不要这样走掉就好了，因为我很清楚哥哥他的个性，我知道如果他醒过来知道他自己伤成那个样子，他一定不想再活下去。刚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心境一下子荡到谷底啊，就是好像没希望啊，那就是他的伤得那么严重，也缓热啊那样。我们那时候很慌乱，很无助，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只知道说惨了，如果他从此之后瘫痪，他的人生可能陷入一种很无助啊。当时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从天堂掉到地狱是这种感觉。找这个郑宏志教授帮我做这个生长因子的再生的手术，光生长因子这个腰椎我就开了3-4刀了，就是为了这个生长因子的施打，然后其中还把我一节腰椎骨为了释放我的压力，所以把一节腰椎骨拿掉了。然后每次打那个时候非常幸福，是我要侧面躺，然后缩得像瞎子一样，把腰椎拱出来，然后一根大概这么长的针从后面这样穿刺进去，
然后把那个生长因子打在骨头跟骨头的中间的那个软组织，对，所以非常痛，而且打完是要平躺八个小时不能动，对，因为它是等于把里面骨髓一抽出来，再把生长因子打进去，然后你如果一下子站立起来的话，人是会晕眩的，所以必须要平躺八个小时。它有点像是针灸的原理，但是它并没有侵入性，但是它却比侵入性的针灸还来得更痛。我光为了做那个治疗，我毛巾都咬破了三条了，然后每次都是眼泪啊，那种大喊大叫的这样，对啊，狂飙。那帮我做治疗那个老师本来是接近植物人，他被他爸爸用这个方式，据说是他们祖传的方式把他救回来，然后所以这个老师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他在帮他所谓的有缘人做治疗，因为他从颈胸腰都断，他更严重，结果他竟然可以到处行走啊，甚至在国外他到处都在被他治疗，那老师也是非常慈悲的一个人。我更相信是佛法的加持，因为有很多是在医学上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事情，就好比说我的脚踝是粉碎性骨折，那个结构呢，在那个当下它其实就已经彻底的破坏掉了，即使它在重建，它这个骨头的那个骨轮之间啊，它没有办法再像最初原来的那么的滑顺，所以它甚至它是增生的，它会阻碍它的滑顺的程度，所以那个脚，我的脚盘真是这么颠的。为了说要能够行走，甚至能够站得平稳，我甚至连截肢都想到过，就是说干脆就把那个颠起来那个变形的脚踝把它截肢掉，换一个人工的，这样至少我站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以，也许可以走，那时候想要站，但是医生不建议，对，那时候医生不建议，他说你这个样子你可能，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复健嘛，那你这样一松筋，那个伤筋动骨下去，你可能又大半年甚至更久你又不能动了，那不能动你的肌肉好不容易重建回来的一点肌肉可能又慢慢的消失掉，对啊。那我刚为什么说最神奇的部分是在这里，是说那个结构它破坏掉，它后来居然还慢慢的下去，到现在那个虽然进度很慢了，但是我自己可以感觉到说那个重心在转换的程度是不一样，而且的确脚盘是越来越下去的。小妈妈就是一个佛教徒，那妈妈小时候也不断地灌输我们说佛法的种种的好，然后只有佛法才是你唯一的选择，佛法才是至高无上的，诸如此类的话，我妈妈从小都一直不断地跟我们灌输这样的想法。那因为那时候都还太年轻，人生并没有吃到太多的苦头，没有尝到太多的苦难，没有把那个所谓的佛法那么入心哦，就是听妈妈讲了这么一回事，但是就知道哦，我们以后都是要信佛这样，但是并没有那么入心。对，那是后来哦，经过这个车祸，然后就是才算去尝到那个苦，然后跟佛法结上缘，才会跟这个佛法这么相应这样。人就往往在不如意失意的时候才会想要修行，才要想接近佛法，以前生活很好的时候也不懂得要去修行，真正的那个苦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过去所追求的那些都不算什么。我后来体会到四个字，平凡跟平安才是最幸福的。生命之夜哈，海涛法师的道场这样子，我也跟着他去一次新店的大明讲堂，好去受八关斋戒。后来我们全家人就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佛法里面，啊，就是深信三宝，就是说，我相信他要是有这个因缘。佛菩萨的加持哈、啊，
最起码要能够好起来。刚开始因为我两个妹妹她们很早就开始在参加这个生命体系里面的这个法会，公修啊，然后八关斋戒这些法会。那时候我的小妹也常常不断的，他们那时候在屏东，我在台北嘛，她常常在电话里头用鼓励的方式说，哎，哥哥你去参加这个法会很好，对你很好，然后我觉得对你很有帮助这样。可是也许那时候姻缘还没到，所以各种理由，也许那时候身体也没有好到一个程度，也不想出去接触人群啊，然后所以那时候不会想要出去，所以找了各种理由。去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妹妹又告诉我说，哎，今天海涛师父在新店的大明讲堂有一场八关斋戒的法会，哥哥你再去结缘看看。对啊，那天哎姻缘就到了，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去看看这样。哥哥从小他就是不断的骨折，因为他很爱运动，他很爱打篮球各方面，然后竞走，他会从台北走到桃园，他很喜欢，他是就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然后那时候觉得哥哥以后没有办法再从事这些事情了，包含潜水他也很喜欢，然后就觉得说他可能当时走掉会比较好，开心一点这样子。可是很庆幸我当时那样的想法是没有成真。我要很感谢那边的一个叫张秀美师姐的这位师姐，我觉得她在我还没有机会听到师父的开示之前，我觉得她在第一线，她做了很好的一个引导。她从看到我在那个门口在那边徘徊，说我到底要不要进去，因为我坐了轮椅嘛，那轮椅毕竟这个轮子在外面走来走去，那道场人人都是拖着鞋子，所以我在那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进去这样的时候，那个师姐第一眼看到我，她就帮我做了所有的引导，帮我安排了位置，然后甚至因为我第一次参加我都不懂，然后就全程都在引导我这样。那我有时候常在想说，我的法缘很好，如果说我那时候遇到的是可能也许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师兄姐的话，也许可能那时候佛法没有入心，也许我转头掉头我就走了，我根本没有机会听到师父的开示。对，所以这个法缘我觉得我还蛮感恩那个张秀美师姐的，非常感恩她，她做了很好一个义工的示范，对，慈悲的示范。对，我觉得那个师姐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非常感恩她，照顾我十个月的印尼籍的义工安妮，她陪了我去很多很多的地方结了法缘，啊，冒着风雨呢，然后举凡从普佛、赞经，然后八关斋戒，他都一起去参与到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还跟我去苗栗弘法院参加了海涛师父所举办的短期出家。那在那样庄严的气氛之下呢，他也吵着要跟我一起受菩萨戒，啊，因此他也有了法名叫做妙心。他的法名还是海涛师父在面前亲自帮他取的。那他也有了戒牒，他们回教徒往生的时候是要穿白色的衣服入殓的。那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过我说，有一天他往生的时候，他是要穿着黑色的海青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现在照顾我的这个也是印尼籍的义工，他也是跟佛法非常的相应，那也是才照顾我到现在才两个月而已，也跟着我去了一二十场以上的法会啊，做一些药包然后供灯的这些事情，所以他跟佛法也是非常相应。那我都觉得这两个印尼籍的义工都是佛菩萨安排来的，来照顾我的，然后并且他们都跟佛法非常的相应，我觉得这点是很殊胜的。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我身心受损嘛，那身心受损就代表说我的大小便的这个样的状况不是一般正常人，那我可能我要再出去参加法会，那一整天法会就是一整天了，必须要在前一两天就开始准备，就是准备什么，要第一个要把我的肠胃清空，对，未免在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突然给我下状况这样，所以我必须要把我肠子清空，所以那天我法会我才能安安心心的出门。你是佛力多
炸弹加摩尔巴斯利多大地理地图大多大大大大蛇眼多大起多眼然后国旗国地然后阿弥陀佛。我的家人为我送到现在为了我送了上已经一万多部的地藏经都不停的回向给我，然后我们一直都很深信说今天是地藏经加持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违缘都消除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去接触到一些善知识，好比生命体系师父这些的种种开示，这些我们才有那个福报听得到。如果说我身边的违缘还是那么多的话，我根本听不到这些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因缘都是来自于地藏经，所以很感恩这部地藏经。然后我们家人也都把地藏经当成我们一辈子的志业，这辈子我们会修其他各种的法门，但是一定会把地藏经融入在我们每天必修的功课里面。也许没有办法读诵到一部，但每天都一定会读诵它几品，对，一定一辈子都每天都会是这么做。我五年到年多到现在没有当过地藏经，每天都是读诵的。我觉得佛法不可思议，它不会像变魔术一样让你一下子就感觉到你很神奇的变化，但是它潜移默化，它在带给你心灵上的平静。就好比说我一个生长者，你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苦难，其实是人家看不到。我觉得这些地方如果不是地藏王菩萨在引领着我，然后让我的心越来越坚强的话，我觉得我很难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难，因为其实我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生病的人，对，那但是其实在这当中真的经过身体太多太多的考验了。那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在引领我，然后让我的心里面的素质越来越强大，然后足以去面对这一切。所以说我很感恩地藏经啊。不光是可以坐，我还可以靠着扶的东西，我还可以站，虽然不能久站，而且我还可以拜佛。对，我拜佛是以前我大概可能也许这个角度我人就下去了，因为我的腰没有支撑力嘛。那现在呢，我不光还可以这样拜佛这样下去，还可以靠直立这样回来，所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现在目前对我来讲就是奇迹了，现在还可以拜佛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像妹妹会告诉我普佛的行程，哪里有菩萨已经往生了，然后需要我们去普佛，那我就会跟着妹妹一起去。所以有时候你这样算起来，一整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已经是差不多就没了。其实我讲真的，我现在比我好手好脚的时候还要忙，真的还要忙。但是现在忙的感觉是很有意义的，忙的是很有意义。以前在忙就觉得忙一下子就想要犒赏自己喝两杯啊干嘛的，可是你现在忙得很辛苦，你是有时候在忙着看着别人的痛苦的时候，其实你会忘记掉自己的辛苦。真的，你有时候看着别人的苦的时候，你真的会忘掉自己的苦。我一定是期待说我有一天我这身的臭皮囊还能够站起来，然后还自己还有一点用处，然后可以把自己贡献在更多的地方，比如说佛法里面、佛门里面，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承接了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师父对我的慈悲、对我的开示，很多师兄师姐对我的那一种援助啊，我觉得那都是点滴在心头。真的要感恩的人太多了，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去细数，但是我都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以及他们曾经对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推着我很好的一个养分，推着我干嘛，就是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布施出来。对，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有一天是能够站起来，然后再把我自己布施出去这样。啊，你发的愿有多大，就是相信佛菩萨会满你的愿这样子。我非常相信我哥哥有一天是会站起来的，他可以靠他自身的能力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样，这个是我有信心的。希望哥哥能够加油，让大家见证奇迹，赶快好起来哦。加油，我们都要加油，大家都要加油。希望你快点好起来，能够满你的愿，我也愿意把这儿子布施出去。